樊老头火爆肥肠，外焦里嫩，入口爆汁。俊哥有一个响亮的江湖名号，东莞第一鸡。如何对付从老家东莞空运到杭州的竹林鸡，俊哥有自己的一套。料理鸡肉的第一步，泡。泡的时间有讲究，30分钟，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。就跟泡妞一样，不温不火，慢慢泡。热水浸泡结束，马上扔进冰水，再泡30分钟。所谓人均味，最简单的就是最简单的雾化过程。现在急功近利的东西都是化学的、快的，没有时间给它。我们坚持的就是。我特别想亲俊哥一下。部分生意，每天只接受深夜12点的宝处路，豪车，俊男，靓女，络绎不绝。他们为的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主食。
你有二十个肉二十个素带走好了，就等一会儿我给你先拿好不好？等个半分钟，等个半分钟，先吃先吃，我没有包子了。我打包的，打包子我给你打。等一下等一下，都要等一下，都要等一下。红帽小吃店，杭州唯一一家晚上十点开门的包子铺，一小时能卖掉2000个包子。20个菜20个肉好了，打包走。谢谢。你要等一下，你要等，必须要等一下，我现在来不及给你。50岁的老汪，安徽人，处事随和，为人厚道，包子也跟老汪一样明明白白，实实在在。给我，给我后面那个。老汪家的包子，发面做皮，猪胸肉做馅，一个包子12个褶。小肉包汤汁浓郁，韭菜包清新可口，豆腐包热辣软糯，粉丝包爽滑细腻。它是我觉得它是我深夜里面能够找到的我最想吃的东西。就是说我在我老家有一个说法叫杭州小笼包，很有名的。这个食物对他来说最好吃的一个食物。好吃，真的啊！北方来的人，小笼包吃。肉包，还豆腐包。干点汤面呢？有那个碟儿吗，老板娘？真碟儿。这个，我给你区别。这小笼包这个面，面不一样，面真不一样。下起了雨，你感到冷吗？不如来杭州吃一笼包子。白粥鲜呀，你怎么喝都喝不够。小笼包干搓，你怎么都不嫌它酸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和红帽包子铺一样，古荡区的樊老头砂锅米线灯火彻夜通明。小龙虾有没有？小龙虾。不要喝吧，这样可以打就这样还是够的。我们 IT 圈的，也是 IT 圈的，经常被人踢嘛 ，IT 嘛。现在这个996好像很敏感。没有加班，加班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加班。如果我面对我老板怎么说？我们加班的。我们加班的。我们是热爱工作的。你事情没有做完，你自然而然你要去做。你怎么也这么走心了？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，别装。为这群互联网从业者服务的是4位老板，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共同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大儿子陈凡，这家店的厨艺担当，掌握着2道独门江湖菜。肥美大肠秘制老卤，煮熟浸泡，加入5种辣椒。火气控制恰如其分。樊老头火爆肥肠，外焦里嫩，入口爆汁，是最受欢迎的下酒菜。另一道媲美肥肠的招牌是麻辣鸭头，新鲜鸭头3剪刀处理干净，最后一刀深入脑髓，利于入味。江南传统名吃卤鸭头，融合全国各地最受欢迎的麻辣口味，酥烂入味，又麻又辣，磕完一个，你会不由自主又拿起一个。